谁喊痛
Thank you.
最快的速度飞回火场，然后把这个鱼啊，这个水滴
是这样，许多。
上从离间案一段，他去做离间案将军的参谋，他们刚好入了这个山海关。这个山海关呢在北方，出了山海关呢就到了东北山上。为其回想，他们说没有能够把自己说的三千三十
做了哪些善事呢？看到贫穷人
三千是十年哦，第二个三千十年，第三个三千呢，可能只有一年了，是吧？为什么人的这种善心善念越来越起来，到最后啊，你念念都成其善了，所以佛经心空遍，就家庭回向。很清楚，不会迷迷糊糊，这是最大的。
这一百个人里他只有四十个人几个人清楚，有的吗？是的。所以你说现在的人有福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真正有福的身心快乐，然后身心没有福的要心受足，拜拜，我走了，什么就走了，这个不自在啊。这种功夫啊，从现在就要练。也对啊，我要走了，可是我很喜欢吃蒜酱呢。所以现在就要把很多烫的东西要放这些，不要忍住，本来威武很有主的气派呀，可是很自卑了，就堕落了。所以人现在要越活越后退的，一两岁的孩子一天消一百八十次，成人一天消七次的，为什么越活越消不出来？每天很努力工作嘞，打拼嘞，最后生不出来，因为他的人生方向错了，变成追求欲望，欲死深渊，最后他就苦，求不得，苦啊！人无求人就不苦了，人哦，一站起来哦，没灵魂。所以有一个人哦，很吝啬，结果死了，到阎罗王那里了。阎罗王说：“你这个人真吝啬，旁边的人都饿到快死了，你都不帮助他们，真是受罪了，真愚痴，叛逆，去动工。”结果那个人马上说：“我要动工。”奇怪了，那你当多年这么高兴还是要做不够，那你为什么要做不够？你说我生前我要听人家讲过两句话，说灵财看到财不懂，母狗的灵难，面到灾难的时候，母狗你，你看到吗？他这个去了阎罗了，你那个财还清掉了，而且他不是说没出过门，面临钱财啊，母狗的富贵不利，贫穷不利。方丈万贯不能接受这个诱惑，结果他把它读成母狗得了。我们一直猜都是母狗牵的，我们当然要当母狗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习气哦，我们他一辈子赶紧把它放下这些坏的习气。灵难，真正有气节的人面对大灾难，他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我们面临中华文化危机存亡之际，每一个人灵难苦面，况且我们现在复兴文化要不会丢掉命，是不是？以前的人丢了命都不怕，我们现在才能好把这个好景讲回来。所以这个赵玉道取得非常出色，就后世的人以他为榜样，了凡先生效法他，这样每天做那种世俗里越来越轻，你每天昭告天地，那个轻松越来越轻，你起一个念头，你马上就在上天求看。结果他的夫人呢，看到自己
为什么不多呢？不是他丢了，是他已经上了一个大限的。现在也，他的太太是高贵的夫人，还有不能常常出去抛头露面，所以他太太在那里着急啊，你许了一万金呢、啊，我现在要做的这么少，所以只有平素云就做准备统说、啊，我欠这家相助为生。三千之数不完，进去一万，押中五十个钱。之前我们还没有当这个县太爷，我一直协助你行善，所以三千、三十都能够圆满。可是你这一次去的更多了，三倍多还是一万？可是在衙门里啊，也做不了那些善事，说是。
借着这一段话，史多芬先生对他孩子的爱护是非常珍贵的人生态度，而且更谦虚些。即命当中下，强者多磨下。一个人本来他的命里呢，会想
只要黄河长江的水。